HMIT 大受欢迎的款式。首先呢，穿好的话有没有看到，它就是这个领子。再来上面的樱花，来看一下，这是出自于我们的一点小语录给大家哦。好，再来呢，整件它本身是宽松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我在穿粉红色的这个加格纹裤，我想要给它这个感觉，或者是我们今天想要围绑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它这个粉超级漂亮，粉红色的穿搭我会搭蓝色牛仔裤，我觉得超好看。好，再来呢，微微拉斜肩完全可以，因为它整件是盘到不行。长度的部分你要整个放下有一点 oversize， 就是那种小性感的完全是 OK。 那它的粉色是非常有朝气，然后袖子的部分有没有看到，它非常经典，直接扯下来，让整件衣服跟一般以往的 T 恤很不一样。那我还是一样做上这一种，就是又凉又可以藏肉的袖子，还有袖口的部分是做这种小短袖的感觉，还接了一个边，然后完全就是高弹性，它有点绿又有点黄，这是居然在最在行的颜色，有点带绿又有点带黄。好，然后呢，它就是整个就是很夏天，有点像奶茶色的字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这个是双配色的感觉。白色会不会透？会微透，里面只要你穿好白色的小可爱背心即可。白色其实是夏天中最经典的颜色，最经典中的经典的颜色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要拿来搭牛仔短裤的话，白色真是没什么好说，完全没问题。因为我觉得黑底然后白字的印花是里面，如果真的要看得清楚印花，它是最清楚的，然后呢，黑色也是最瘦的，也是领子最明显最漂亮的。